使出来，掌声在哪里？欢呼声还在久一点吗？欢迎俊凯，欢迎！千呼万唤始出来哈，听到这么多热烈的掌声啊，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俊凯。 啊，今天呢，小凯呢不仅是以所属的品牌形象代言人，更是以联合设计师这样一个特殊的身份来参加活动发布会的现场。不知道这双重的身份哈，今天会有什么想法跟大家先分享一下？其实就是因为跟 Swatch 推出了一个合作的腕表嘛，所以也是非常开心能够跟 Swatch 合作。对，然后今天呢，希望大家能够玩得开心，玩得开心。然后大家想必也很期待这款腕表，对不对？是相当很，我也很期待，因为我们说 Swatch 呢被称为是世界上最小的画布，而这一次呢，小凯呢在这块画布上应该说是挥洒了自己很多的创意跟灵感。那我听说呢，这一次呢，我们的设计元素呢有用到2大元素，我不知道。 既然来了这么多的粉丝，大家知道小凯的心思是什么哈？你们知道这元素是什么东西吗？他们在回答啊，是什么？回答正确吗？其实是星空跟大海。其实就是星辰大海。星辰大海哈，开了个玩笑哈，所以证明都是真粉丝了哈，是吗？ 好，对，那这2个元素呢？我觉得其实大家能够如此快速的回答呢，也是经过了过5关斩六将啊。因为我们在今天发布会开始之前，在微博上有为期6周的一个招募活动，所以大家呢有很多粉丝也通过这个招募活动来到活动现场的。那这2个元素又是究竟如何在这2块腕表来呈现的呢？我要请小凯跟我一起先挪步一下，待会呢我们一起来见证，好不好？ 小凯呢是坐着宇宙飞船来到现场的，现在呢3颗行星呢也来到了我们现场，我们请小凯还有另外2位嘉宾莫莉顾女士以及卡拉先生再次登台，与小凯一起为我们揭开这次腕表新品的神秘面纱，欢迎3位。好，好，在大家的稍等，来看这里，这边。 好，大家可以徐徐的打开这一只来自星球、来自外星的，由王俊凯亲自参与设计到的我们的星星的腕表。来，我觉得神秘面纱好像再来几次的感觉啊，慢慢的才能呈现在他眼前。好，看到。 好，最后一张，来，请3位嘉宾来帮我们展示一下这所有来自王冠参设计的腕表。好，三位嘉宾可以举起你的手哈，向我们的媒体记者们还有粉丝们展示一下小卡这一款亲自设计的腕表。来看，好的，来，我们站到一起，好不好？小卡呢手中带了一只，然后又拿着一只啊。刚刚在媒体朋友们的见证下，还有粉丝见证下，这两款手表终于面世了。那我也看到呢，我们来看看莫奈女士这一只，好不好？这只呢，其实呢跟卡拉先生两只是完全不一样的腕表，都是这一次联合设计的两款单表。而莫奈这一只呢，是有浪花表头的配饰，叫做 W328 潜艇腕表。 还有卡拉那一只是有星星表头装饰配件的 K921 星球腕表，那这两个表头呢都是可以来拆卸的，所以呢大家可以随意的来搭配啊，随意的来感受。而我们也看到了联合设计的腕表新品的星辰和大海呢这两个元素呢是相当的突出，所以呢我第一个问题就要问我们的设计人哈小凯，那你怎么会想到用这两个元素来参与这个设计呢？ 因为星辰大海它本身就是非常广袤无垠的嘛，那么大海它就是感觉可以包容一切，然后星空其实就是感觉有一种神秘感，很深邃，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嗯，就非常有想象力的一个设计师哈，呈现在眼前。那卡拉先生因为其实要从小凯的设计理念元素当中来提炼，包括在这个手表当中来呈现。其实我们想问的是，您如何来进行这个体现的啊 ？Well, for us, it was charming and interesting to hear carrying vision about the universe. I think he has chosen the most infinite elements, the sky and the ocean. But there is one little secret, which we know is that there are 18 stars which are named after him, and this is why on the watch, on the star watch, you have 18 stars in gold. 好，我们为什么会选择星空和大海，或者是星辰与大海？主要是因为呢，王俊凯先生非常的有创意，他把这种无垠无限的概念带到了我们腕表当中。 而且我们刚才也说了，星星呢代表一种美好，对，非常神秘。而且大家知道吗？我还有一个小秘密要跟大家分享哦，就是在这个腕表当中呢，有18颗星星呢是以王俊凯先生命名的，而且这18颗星星也在我们表上有所体现，都是金的。哎，我看到了，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这个18颗星就从好像在表带当中，是不是？还是在里面？对对，表带。哦，表带，对，在表带看到了，嗯。 Also on the face, like gold little stones. 表盘上也有，对，表盘上也有。表盘也有，好。是吧 ？And then what we should say is that these watches, as you see, they have a clip-on, but of course, as Carey has many different aspects of his life, you can wear them with the clip or without the clip. So very outspoken or very intimate. 另外呢，还有一个小秘密告诉大家，就是这些腕表呢有内含6个表扣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表扣圈呢？就像王俊凯先生有多才多艺的很多面，那么我们这个腕表呢也非常适合在不同的场合来佩戴。您可以在不同的场合选择不同的表扣圈来进行搭配。还有其他的设计理念当中吗？我们来再了解一下啊。 那其实今天呢，我们也看到哈，我觉得看到这个腕表，当然有星星的理念，同时有浪花的理念，我觉得看起来是比较大胆的，同时很俏皮的。那小凯怎么会想到说用这样的一个配饰、这个配件哈，然后装饰在表件当中？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嘛，就是非常的，因为这两个元素就是主要是他们的最重要的理念嘛，所以说。 有这样一个表带呢，表就是可以配饰的这样一个表环，是，所以的话，就是非常的有那种形象感，更好的把星辰跟大海的概念给突出来了，对不对？对啊、嗯，那这一次呢，小凯呢是灵感的大爆发，在他设计的腕表当中，把所有的想法都呈现出来了。另外，我们注意到呢，这次联合设计的腕表名称也取得很有意思，有一款叫 W328 潜艇，另外一个叫 K921 星球。那莫莉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当初在取名的时候，出于什么的考量，给这两只腕表来取这样的名字呢？ 好的，其实这两只腕表，它的名字是用特殊的字母和数字搭配成的。那我相信熟悉小凯的朋友都知道 ，KW 是王俊凯先生的英文的首字母，所以我们选用了 KW。那么921呢，就是王俊凯的生日，3月28号呢，就是今天我们首次跨界合作的一个腕表呈现，所以我们把它串在一起呢，就是 W328和 K921， 那么后面的两个中文字呢，其实它主要是赋予大家更宽广的一个想象空间，对，给大家去更好的去理解这两款产品。嗯，对，我觉得这两个名字起得非常有意义哦，大家喜不喜欢？很喜欢啊。那这一次的腕表联合设计呢，从新品的一个立意开始，到后面设计出成品，到最后命名，应该说经过了非常完整一个周期啊。而且呢，给我们感觉是一个非常小凯的一种风格。那今天Swatch呢也特别准备了一份礼物要送给小凯，那也要麻烦莫莉女士来代为向Swatch来赠送这一款礼物。好，我们来看一下。 从这个礼盒的外观呢，我们也感受得到哈，是非常有活力趣味的一款礼物哈。那我们请小凯慢慢打开好不好？好，给大家展示一下里面究竟放了什么样的东西呢？看到了吗？哇，台下哇的一声啊，漂亮吗？你们喜不喜欢？ 但这盒真是送给小凯的，这盒是有特殊的意义的啊。我们请卡拉先生来，就是介绍一下这个礼盒里面包含了有什么样的配置，好不好？嗯。Well, it's a very special box. First of all, because it is number 921 as the birthday of Carrie, so it is really his personal box. And as you can see, it contains both the watches with some special accessories. Which are only available in this box. 好的，我来做个介绍。这是限量编号双表套装礼盒，而且这个套装礼盒呢，我们是编号的，这个编号恰好是921，也就意味着是王俊凯先生9月21号的生日，所以这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一个礼物。嗯，希望小凯能够喜欢啊。 喜欢喜欢，我在看，我觉得他感觉像把玩一个艺术品一样哈，左看看右看看里看看外看看。So for the 920 people, because one is him, who will be lucky enough, the watches will become even more special because there are 6 loops which have a reference to the music talent of Carrie. So all of them are musical elements, notes, keys, guitar, microphone. And they can be added to the watch to make it even more special. 另外呢，还有20位幸运者，他们将会获得内含6个表扣圈的这样的一个礼盒。那表扣圈也设计非常有意思，它跟王俊凯先生的音乐有非常多的相似的元素，比方说有吉他呀，有那种键盘呐，还有很多跟音乐相关的元素。我相信呢，大家拿到了这块腕表，同时也获得了幸运。 嗯，那小凯拿到这份礼物之后，有2只表哦，你想准备怎么来佩戴？好，我要问你这个问题啊。就是它是万能的，啊，就根据心情也可以，根据服装装饰也可以，对不对？根据出席不同的场合都可以搭配，这个意思吗？对。好，这就是万能的理解哈。我们先掌声送给小凯的理解，好不好？ 好，那今天呢，我们呢先非常的有荣幸哈，就小凯收到了这一份这个双表套装的礼盒啊，相信呢他也会好好的来珍藏它，然后在不同的场合来佩戴它，对不对？好，来请3位嘉宾一起来合影留念。 好，我们先看中间，然后再看两边，好不好？粉丝们不用急，来。来，粉丝需要吗？这个需要，好，拍一下。OK， 好，照顾一下左边的粉丝，中间，好不好？中间后面粉丝，好，来这边右边的粉丝好吗？来，我们先请工作人员暂为保管一下小凯的礼物。 感谢小凯的分享哈，接下来呢，小凯还有茉莉顾女士以及卡拉先生呢，还有场下所有的来宾，我们都会来一起玩几个互动的游戏哎。哎，怎么没有欢呼声？好像一点都不期待的样子。期待哈，你们期待？那好，我们一起来互动好不好？好，那第一个游戏呢，有略微一点难度啊，叫做你画我猜。 你手机猜什么？猜不到是吗？来，我们先请工作人员先把这个画架板拿上来，那待会呢，我们会给出不同的关键词，我会以手卡方式发给3位嘉宾。那他们呢，将依次来画画，然后呢，现场的朋友你们要给力一些，来猜他们画的内容，可以吗？ 好，粉丝们，看你们给不给力了啊！来，这个是莫奈的，你的。好，这个是小凯的。小凯有点难度哦，你要画2幅，所以考验你的画工咯。哎，看了1幅。好，那接下来我们将时间交给3位嘉宾，让他们3位在舞台上，在这个画架板上肆意的去挥洒他们的想象力。 然后3位嘉宾，谁要先画好了，可以举手啊，可以先举手。啥？哎，你们让他好好用心画一下好不好？画完再跟你们沟通好吗？你们可以先偷偷看一下啊。谁要先画好可以举手哦，我看一下。哎，莫莉这一幅画的是个人物吗？有点抽象哦。 好，小凯的呢，画了一，感觉像是画了一个了，感觉是，有点难度哦，要加快进度，因为你有2个词语要绘画啊。哦，好，看了，已经画好了，那先展示你的好不好？来，先给大家看一下，这是个什么东西？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大家猜得出来什么东西吗？什么词语吗？啊，画板这么简单的，太容易猜了吧？ 调色盘又是画板，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说调色盘呢，其实有的时候呢，代表的是可能是画家的一种精神呀，对不对？那也有时候呢，可能根据生活、根据创意去做创作。我想问大家，绘画是一门什么呢？你们太聪明了吧，这么快就把答案告诉我了。好，没错，就是艺术。好，接下来先看谁的。 先看俊凯的，好，先看小凯的，来看一下。小凯给大家看一看吧，你要，这个是，来看一下，是不是当代的绘画名家？这应该是讲述一个故事吧？2个小朋友。不是，分开的。哦，分开的，好，你拿到2个词语啊。对。那第一个大家看，猜一猜这什么样的词？啊，机器人。 太简单了吧！我们这样套路没那么容易让你们猜出来的。智能，还有呢？你要提示一下大家吗？啊，不用提示，就不用提示，太简单了啊！好，机器人啊，我给大家提示一下。那机器人呢，其实呢也代表了着我们的生产力，对不对？我们的什么在不断的进步？回答正确吗？对。好，科技第一个回答正确了。那下一个呢？下一幅是什么呢？下一幅是一个运动。 啊！是游泳啊！大家猜出来了吗？是游泳。这怎么可能是游泳啊？站着游泳哈、啊，你们挺厉害的啊。对，跑步。他跑步带风有没有？好，其实没错，就是跑步所象征的一种运动，对不对？运动。小凯平时工作很忙，那有没有就是也抽出时间去运动呢？你们说什么？你们是有见证他24小时的所有行程，对不对？说的很正确，确实没有，确实没有，没有，还是会有，对不对？因为工作很繁忙，所以要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要好的身体才能更多的给我们呈现更多好的作品，是不是？对。好，那2个词都猜出来了，那我们看莫莉这边，啊，这什么？再猜一猜。是，能不能提示稍微提示一下我们？确实有点难度啊。应该是一个模特。模特啊，是一个模特，穿得非常的艳丽啊。那模特呢，一般呢都会展现给我们比较前沿的，对不对？那我想问大家，如果说形容今天小凯穿得很好看，你们会用什么词来形容？除了帅气呢，我们会说走在尖端的什么？啊，那你们告诉我这个词叫什么？这就是一个女生为什么会说他帅，就是我们刚换了一个词嘛，说如果形容你的话啊，好，所以大家来告诉我答案是什么？时尚，好，没错，就是时尚。好，那么一个呢叫时尚，还有运动、科技，那么还有艺术，对不对？那其实这几个关键词呢串起来，我们也都能够感受得到，说是跟 Swatch 的品牌是完全息息相关的。正如莫莉还有这个 Carla 之前分享到的，品牌呢其实一直在探索前进当中。那围绕这4个领域呢，也有更多不同的行业当中去创造更多不同的热情。好，谢谢。那我们请工作人员先把画展板搬下去，我们还有更多的互动。要是跟大家一起来互动、来游玩啊！下面呢，这个呢叫做什么呢？叫做 Yes or No。那这一轮游戏呢，派出的战队呢，只有小凯还有 Carla 2位啊。对 ，Yes， 那有点懵哈，就觉得哎，我怎么出现在这个舞台上的感觉？那莫莉待会帮我一起做裁判啊，看他们有没有作弊之类的。那这个游戏呢，怎么玩呢？我们会在两侧的电视机上面来轮流投放出不同的国家代表性的事物或者地标，分2组来进行。然后呢，给小凯来判断的呢，就是是不是一些瑞士的事物的地标或者一些元素。那么给 Carla 来判断，就是是不是一些中国的地标或者元素。如果是的话，回答 yes； 如果不是的话，回答 no， 好吗？然后的话，2位准备好了吗？我们看谁得的分数更高一些。好了，那谁先来呢？我们请 Carla 先来，好不好？好，耶！好，第一个 ，First one， yes， Chinese chimes。这叫他说是中国的编钟哦，来看一下。好，小凯也点头是啊，好。没错，它是中国古代的大型的打击乐器，能够非常好的演奏一些非常美妙的乐曲。来。This one? Yes, this is the mountains of 桂林。桂林山水甲天下哈，代表中国的我们的大好河山。来 ，this one? No, this is Japan. Japan, no, 对不对 ？No, yes or no? No. 好，下一道题。Yes or no? This is Korea.Korea 啊，这是韩国的韩服，对不对？其实韩服从中国古代的汉朝时候传过去的，然后演变至今。好 ，Yes or no? No, this is America. No, Chinese hamburger. 啊 ，Chinese hamburger。好，中国的汉堡。肉夹馍。对，肉夹馍。咱还没吃过肉夹馍吗 ？Yes.吃过没有？吃过啊！说 yes， 你就说没吃过的话，大家可能就买给你吃了。说 yes 啊，好，是中国元素。好，孔明灯 ，Chinese lantern。对，在古代其实一种军事用途啊。好，这个是 yes or no？ Must be Chinese yes。啊，一定是。好，中国的麒麟哈是我们的一大神兽，比喻就才能兼备的人。Yes or no？ This is Beijing opera。耶，京剧，没错 ，yes。好 ，yes or no？中国的岛屿海岛是吗 ？Yes or no? No， 来自泰国的一个海湾啊。其实你看到莫莉会觉得像是哪里？我刚刚以为是三亚还是哪里？我觉得挺像千岛湖的。千岛湖，浙江那边是吗？对。啊，也有点像啊，看到些图片有点像，有点混淆。好，下一道图 ，Yes or no? Yes。一看就特别有中国元素。对，1秒钟变格格就靠它。好，花盆鞋。好，刚刚这个。Carla 回答对了几道？8道，好，8道，小凯要加油了啊！好，好，来看我们的屏幕。Eight is good number。对 ，good number。好 ，Yes or no？ 这是瑞士火锅。瑞士火锅，哎，你吃过吗？啊？吃过吗？没有，但我在网上看过，好像看到过哈。瑞士火锅就是用芝士来做，哎，小闹，是这是 yes， 这是瑞士的腕表嘛，钟表啊，代表着瑞士的工艺匠人精神，对不对？嗯 ，yes or no？Yes，yes，yes or no？ 看了你觉得是吗 ？Yes，yes。 啊，对的，没错，就是瑞士的民俗服饰，长长的裙子哈，就是雪绒花。雪绒花 ，yes or no？Yes，yes， 好，会唱这首歌吗？下一题吧。哈哈哈！这是一首儿歌哈，我觉得给小卡挖了一个坑的感觉哈，可以哼两句吗？一首儿歌？我其实不太记得词，真的。他不太记得词了，怎么办？ 有关系吗？啊？哈哈，哎，你们别太吵了，你们要不要派一个人说一下歌名啊？他唱一句就好，一句还记得吗？no 好了好了，我们继续吧，我们继续吧，好不好？私底下再听他唱歌啊，我们可以去网上听他更多的歌曲啊。哎呀，这个是。 no 了，说 no 了啊！好 ，OK， 下一道题 ，yes or no？ 看到你还在放水耶，所以你拿了8分是很得意是吗？好 ，yes，OK 是什么呢？是瑞士的山笛，哎，前面是一个长长大喇叭，主要是那个山特别像瑞士，特别像瑞士的，嗯。好 ，yes or no？no， 这是德国的天鹅堡，德国的天鹅堡对吗？看一下。 对，其实看到这种城堡呢，就让我们想到了德国，是不是？来，下一道题 ，yes or no？ 德国的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对，好。下一道题 ，yes or no？yes， 看到一直在给信息啊。 这个是瑞士的洛桑奥林匹克公园。其实据我了解哈，应该是96年、还有2000年、04年、08年，就是夏季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官方计时器。我觉得要莫里来说一下，都是我们Swatch的，对不对？不过这也是非常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哈。嗯，来，我们再看下一道题。Yes or no? Yes, yes, yes. 好，这是不是呢？是不是 yes 呢？ 来，瑞士的瑞郎，来回答对几道？10道全部回答正确。主要是有人帮助我，有人帮助，哎，有人帮助，你们看到了吗？哦，没有哈，所以全是靠真凭实力，是不是？所以那这一局就毫无意外的小凯胜出喽。好，啊？什么？好了，小凯很厉害，我们都知道了。我们看下一关还厉不厉害，好不好？ 好好好，来，我们继续玩第三题。第三道题呢，其实呢，真的有一点难度，就是我看了几遍我都记不下来啊。然后呢，这叫名画猜猜猜。待会儿呢，我们会请工作人员搬上道具啊。这一道题呢，还是由小凯还有卡拉来应战。然后呢，2位嘉宾根据屏幕上方的这个提示。 可能会出现一个角落呀，可能会一下子名画全部出现啊，然后你们来抢我们的按铃，好，谁先抢到，谁先率先来回答问题。那如果回答错的话呢，机会就留给下一位嘉宾，然后由他来帮你作答啊，好吗？来，我们来看一看第一道题会是什么呢？啊，是什么？好快啊！什么？来，谁回答？卡拉回答。I think it's Monet, the water lily. 台下有观众回答了，来，莫莉，你翻译一下好不好？他说的是睡莲。睡莲，我们看正确答案，没错，就是莫奈的睡莲，也是他的睡莲的作品当中的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啊。好，来，我们看第2幅作品，小凯要加油了。耶！就是梵高的，但是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叫什么月夜。 星空其实也叫星月夜，都对哈。他回答出了梵高就很厉害了，对不对？哎，那其实我觉得这一幅跟咱们今天主题也好像哦，又是星辰又是大海的感觉啊，有这种感觉在啊。来，我们看下一幅《清明上河图》。太快了吧你！还没出现就已经听了，没错，因为这个小学课本上有封面，对对对对对，小学课本就有，也是中国10大传世名画之一，北宋风俗的《清明上河图》。来，我们看下一幅作品。来来，谁先抢？啊，谁抢到了？啊，徐悲鸿，徐悲鸿。好，一个回答徐悲鸿，一半回答了骏马，是吧？那这幅作品呢，就是徐悲鸿的什么呢？看一下，《奔马图》。刚刚是算谁回答正确？啊，看了啊，好，回答正确。来，我们看下一道，这是梵高的《向日葵》。向日葵，对吗？来看一下，是的，就是向日葵。看到向日葵也看到了，我觉得感觉就像小凯一样，非常的阳光帅气，是不是？好，来看下一道题。不用 Q 我了，给你。好，这是仕女图。仕女图，描绘的就是唐代的贵族女士的生活啊。好，仕女图，没错，回答正确。下一道题，来。好，那这一幅名画没错，回答正确就是《记忆永恒》，对，是达利的作品啊，也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应该说代表想象的一个世界啊。好，那这一轮，好，那这应该是俊凯对不对？小凯胜出了哈。好，按照回答个数的话，小凯回答个数最多，恭喜小凯胜出啦，恭喜。主要是他不肯抢，他一直让着我。一唱给你啊，那你也要知道，你才能回答正确啊，对不对？啊，好，那我觉得大家应该对于这个游戏当中，其实也感受到了小凯非常聪明的一面，所以呢，好棒，所以呢也能够设计出我们这次联合设计的 Swatch 的腕表啊。那我们也非常开心，因为非常难得小凯能够在百忙之中来参与我们的发布会的现场，那感谢。啊，莫奈女士还有卡拉先生一起来参与活动哈。我们这样，请工作人员献上一个自拍杆，一起跟全场来宾合影，好不好？好。好，我们先看一下大家会在屏幕哪里哈。我们再考虑说谁要站起来，谁要坐下来。看到了吗？看到你了吗？看到你跟小凯同框了吗？那没有，就欢呼声不够大声，所以没有。啊，荧光棒有拿荧光棒的举起来吗？谢谢大家。还要对不对？那换一个角度啊！好，在这边。没关系，我们摄影师会帮大家拍下来，会以最大的广角把所有人都拍进去啊！来，我们的荧光棒举高一点。好了，那感谢，请莫奈女士还有卡拉先生，谢谢两位。那么，请两位也可以先落座休息了，谢谢，谢谢。那同时，我们也非常感谢小凯参与这次的活动。那希望呢，给在座各位来宾呢，也能够留下更加美好的印象。小凯辛苦了，那也感谢你，那也请你到后台休息，好不好？好，那本次 Swatch 品牌与王俊凯联合设计腕表发布会， Swatch 将继续以探索精神、发掘新事物，进一步与艺术、运动、科技和时尚等领域来进行跨界合作，碰撞出新的火花，带来更多能够启发大众的产品。同时，再次提醒参加活动的各位来宾。 本次联合设计限量编号双表套装礼盒，从今天下午的16:30开始全面发售，可以在指定的 Swatch 的线下8家专卖店、线上官方商城、天猫官方旗舰店以及京东自营店进行购买。 那么本周六2款单支装的腕表呢，也会开始全面发售，大家可以在全国 Swatch 的专卖店以及部分的 Swatch 的专柜，以及 Swatch 线上的官方商城，还有 Swatch 天猫旗舰店以及 Swatch 京东自营店来进行购买。Swatch 还为大家准备了有王俊凯亲笔签名的 K921 星球和 W328 潜艇单支腕表，总共90只，将在3月30号上午9:21开始在 Swatch 的指定店铺来发售。 更多详细的信息，请大家随时关注 Swatch 官方微博以及微信。再次感谢各位到来，请大家有序退场，谢谢，谢谢。还是柔软的我，你喜欢张扬的我，还是内敛的我？ 你喜欢玩味的我，还是严肃的我？有碰撞才有激情，有反差才有魅力。你喜欢过去的我，还是未来的我 ？Swatch， 经典新生。 Hello， 大家好久不见。那么这一次呢，我是跟 Swatch 联合设计出了一款腕表。我现在手里呢就是我们限量编号的双表套装。那么直播一会儿也要开始了，我们一会儿见。Hello， 大家好久不见。 那么这次呢，我是跟 Swatch 联合设计出了一款腕表。我现在手里呢就是我们限量编号的双表套装。那么直播一会儿也要开始了，我们一会儿见。Hello， 大家好久不见。那么这次呢，我是。 跟 Swatch 联合设计出了一款腕表，我现在手里呢就是我们限量编号的双表套装。那么直播一会儿也要开始了，我们一会儿见。Hello， 大家好久不见。那么这次呢，我是跟 Swatch。 联合设计出了一款腕表，我现在手里呢就是我们限量编号的双表套装。那么直播一会儿也要开始了，我们一会儿见。Hello， 大家好久不见。那么这次呢，我是跟 Swatch 联合设计出了一款腕表。 我现在手里呢就是我们限量编号的双表套装，那么直播一会儿也要开始了，我们一会儿见。